六角乡，来看现在网红最热门的景点。这个景点是稻草卷，远远的走给大家看，很远的地方哦。现在我把镜头转移哦，一倍。你看，小鸟儿多开心啊！因为这是收成的稻草，可是奇怪，现在稻草都这样卷起来吗？因为我有看过的是牧草，这是很惊人的稻草卷哦。稻草卷怎么听起来好像一种甜点呢？好多网红都跑到这里来玩哦。可以吗？你看，可以爬上去哦。这么高哦，这么高的稻草卷哦，有开眼界了吗？啊？哎，光是这个稻草卷，大家就可以玩得这么开心。我在猜哦，应该是说现在稻草不能够焚烧了。所以他们才把稻草卷哦，都卷起来堆积起来，作为另外一种肥料。啊，哦，哎，我走的这个土地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个土地也就是收割稻草之后，有没有都已经干掉了，根在这边。所以它本来原来是农地啦，把它压得这么平，然后堆积稻草卷哦。稻草卷，好多人都跑来玩。